艺术节相当相当有意义啊。我记得是每年都会举办，然后邀请各国的这些原住民的各个原住民的一些国民来到这边办展示局。我来演唱这首歌曲《彩虹》。身为一道彩虹，雨过了就该闪亮这片天空。让我盛开的你。一道彩虹，尽全力也